们今天的 Life 讲堂要主讲的是一个关于影游动画的一个特效、哦、那基本上我谈的软体是 Sanimax， 那么可能会带一点玛雅、哦、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聊聊一下玛雅 的一些功能啊，或者是它一些特效的流程跟做法，直接谈了哈。那么今天我说今天有三个主题嘛，第一个就是动力学、哦、那动力学基本上在 MES 里面，它从早期的 React 一直到现在，它把它改成叫做 MES FX 之后、哦、它的功能已经算是已经很稳定了、哦、也算是在目前在制作里面一个非常主轴的一个区块。那粒子里面，通常粒子系统简单的讲，我们叫有些会叫分子啦、哦、就是想象就是一个很多东西的、哦、可能是水啦、火啦，或者是一些爆破啦，这些东西哦、它就结合起来的、哦、那包含一些空间的扭曲。那所谓空间不外乎就是一些立场、哦、我们生活上有什么风啊，那个风力 重力对不对，或者是一些螺旋的力量、哦、种种之类的，我们统称都叫空间、哦、空间这个扭曲的一个项目、哦、那这边我会介绍几个电影的特效之前做过的、哦、包含功夫或者是像英雄等一下万箭齐发。那 Particle Flow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制、哦、待会我老师这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区隔跟说明、哦、来，那我们往下看，等一下我会有些软体操作的一些画面、哦、那基本上在动力学里面 3D 它是这个样子的、哦、3D 它动力学它主要其实在 3D Max 它主要说在 Animation 这个位置里面、哦、那在这里、哦、它主要的区它主要的模块就在这里，小块非常看起来有点简单对不对，但是像麻雀虽小功能还蛮多的、哦、那严格来讲它这边大概分了四个轴，一个就是属于钢体，我们称为硬碰硬的，就是钢体，钢体里面又分了两个主轴，一个就是所谓的一般物理的、哦、就是说一般所谓的物体式的对象式的，另外一种是所谓的那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东西硬要讲应该叫做娃娃，嘿，就是一个碎布玩偶、哦、那它是一个属于人体的、哦、骨架的，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碰撞之后它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些反作用力，或者是一些碰撞之后跌倒的一些感觉、哦、这些东西是属于钢体的区块、哦、它的范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不容易不 很容易理解、哦、它就是衣服嘛对不对、哦、那基本上看听到衣服我们都会想象衣服、啊、但是它软的它是布料、哦、那这类型的东西就是属于第二类，所以有一个硬的有一个软的、哦、虽然说它硬的里面包含一个人体这个东西，一个骨架的一个所谓的碎布玩偶这个项目。那有这两个结构之后，这边老师的简报哈 ，OK， 各位可以看看哈，就是说基本上他这边我写了一个就是一个钢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一个所谓的 M Cross， 这边很特别一个事情，就是说在 Sanimax 里面它叫 M Cross， 嘿，好，那为什么叫 M Cross？ 当然不可考，只不过呢它就叫 M Cross， 但是在像在玛雅哈。玛雅的画面它是在我们叫 FX 哈，玛雅它就叫 Encross， 有看到吗各位，有一个叫 Encross 的，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两个可能为了区隔一下名称吧，基本上做的方法跟功能基本上最后成型都差不多，没有好坏都差不多，那这玛雅叫 Encross， 所以 Sanimax 叫做 Mcross， 我认为只是一个名称的差异性，不过倒是蛮有趣的，所以在 3D 里面叫 Mcross，然后一个叫做一个玩偶，一个碎布玩偶，所以它大概这三个轴向，动力学里面就是三个轴向。那这三个轴向里面呢，会延伸到一个东西叫做约束。好 ，constraints 这个东西所谓的约束，就是说我需要去做一些，规范的动作，我不能让你无穷止境的怎么样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的关节怎么走、怎么动啦、啊，它有总都有角度的限制，你的头总不能转360度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在钢体里面就会有些限制，或者一些布料里面有些限制。哦、总不能说哎，我今天窗帘在飘了，整个窗帘都 掉下来了、哦、衣服在破碎了、哦、有些地方还是被绑定的、哦、这个东西统称都叫约束、哦、大概是这个概念、哦、然后最后才是模拟。所以在各位如果未来、哦、也许之前你也有学过、哦、就针对一些 3D 的一些功能的话，大概会有几个概念。第一个，动画是优先的，也就是说你对基础的动画包含一些简单的一些弹跳球啦，或种种的、哦、一些基础动画的制作你是有概念的，甚至角色动画一些绑定啊，一些权重啊，或者一些动作上的运动流啦、啊、motion flow 这一些你都很熟悉。那有这些基础之后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动画。那有这些动画的基础之后，再延伸到这一块里面来讲，它就有点像是一个特效效果。好，我要增加一些效果，我要增加布的效果，我要增加一些碰撞的效果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。
那在这个逻辑里面，约束就是第二个，好，刚才讲的钢体布料，然后约束，再来是模拟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模拟呢？因为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要先模拟出我们想要的画面。那各位一定要有个概念，就是说电脑在做模拟，它绝对不会是真实的，好，绝对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子。也许说，哎，你今天做了一个风的一个系统，然后你发现感觉上不太好，那就再加一个风吧，或者再加一个什么东西，去产生你想要表达的一个镜头的画面出来。好，所以在特效这一块里面，一般在制作上，在 3D 这里在做的话，都是依照我们想要的镜头画面跟镜头效果去完成它。当然后续还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合成，甚至是做一些所谓的绑定的动画，就合成之后再做一些所谓的颜色校色那些种种之类的事情，然后属于比较后期的。所以我们在 3D 这边有点像是中期前中期在做的事，就有先有概念哦，因为这边不是结果，未来还需要做一些分层渲染啊，然后甚至到 A 或 Nuke 里面去做合成。好，那甚至前面还有 Loto， 还要去挖一些 Loto， 做一些角色的一些合成，就像这样子。那简单说在动力学里面大概就这三个系统，这三个系统，所以就是钢体布料约束，然后最后就模拟。好，所以在简报上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那模拟之后呢，最后会产生动画，然后再做最后的润色渲染。所以后面有一块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要怎么让你的画面是真实的，那是属于渲染跟材质贴图那一块的领域，我们这边先不多谈。我们这边主要是谈 3D 里面能够做什么。那在这里面大概简单说，我先从钢体来讲，我等一下会花很短很短的时间稍微说明一下下。那钢体里面我们想象中就是碰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碰撞里面 ,3D 在这个区块它分了两种钢，它把它分成三种，分成三种钢体的行为。第一个叫做 dynamic， 这个东西一般我们称之为动力学。好，简单来讲看似有点复杂，不过它把它分的比较多，像我们看玛雅，好，玛雅的钢体在这里，其实它也蛮多的。好，这个部分是属于你们看一个那个 body， 这是玛雅的钢体，它在这一串。好，这一串，好，大概就是这一串的功能。好，好，有看到了，大概就是这一串。好，那 3D mesh 的钢体在这个地方，就看到这里。好，就是大概是这些东西。那 3D 里面的钢体大致上是这样子的，这三类。那这三类大概的分类，来，我稍微做个注记。第一种叫动力学。好，那动力学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它会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，好，我们称为 force， 在这边叫 force， 就是说 force 是它一个关键，唯一能够受 force 影响就是它而已，就是会受一些地心引力啦，或受一些风力啦之类的东西。好，那比如说你被碰撞之后，你可能要弹开，像这个东西就是动力学，好，像这个东西就是动力学，好，这些东西，好，这些东西，所以一个球 砸下去了，它就产生这个效果，好，这些东西就是动力学，好，这些东西都是。那我先讲简单的第三类，好，第三类它称为静态的。所谓的静态就是一个地板，像地板这个就是，因为地板，除非说你这个地板要被打碎，不然的话墙壁啊地板你去撞的时候，它不会产生任何的，它就是一个阻挡物件，抵抗的。如果你没有设定它是一个静态的，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怎样，会穿透，就穿下去了，就看不到，就会直接陷入到地底下了。所以基本上你要一个阻挡，这个东西就是静态的，它完全不会动，它也完全不会受任何的东西影响，它也不会受地心引力影响，不会受种种的东西影响。但基本上来讲呢，它需要，我们一定要需要地板啊，需要墙壁啊之类的东西来做一个阻挡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就统称都叫做静态的。那第二类是比较特殊的，第二类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运动学。简单的讲就是它是本身是可以做动画的。好，注意哦，这个不能做动画，这个可以做动画，它本身可以做动的，也就是说它本身可以做关键格。简单讲，像保龄球的球，这个就是一个运动学，一个运动学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东西像这个也是一个运动学，这个也是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 3D 把这边分成三大类，就是这三大类有它扮演的不同的角色。这边我做个简单的一个画面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好了。我把这个工具面板打开。其实如果有时间，我可以
同样的东西用玛雅再示范一次，基本上两个都可以做出，这边做得到，那边也做得到，有些比较不好做而已，有些效果可能在那边做会非常方便，有些在这边做会非常辛苦，这样子而已，比较辛苦一点，也不是说非常辛苦了。那特效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场景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我刚刚所讲到的，我习惯会先把这个打开。各位如果手边有软体，也许你可以，客户如果要去这些范例档，我可以修，可以提供给各位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地板，它就是一个静态的，很简单，就按一下就出现了。这个呢是一个动态的运动圈，然后再来。现在我有个基础动画啦，所以各位可以先看，那个动画，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我这边是动力学，好，完成了。理论上来讲，这样子应该会有个基础的功能，当然可能要做一点点参数的一些设定。好，那我先简单做一个设定就好了，好，这样就行了。所以其实在做碰撞，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这种例子。早期皮克斯啊，在做一个他们 RenderMan 在做 demo 的时候，他的画面就是用保龄球，所以你会发现像玛雅哈，它的那个钢体有没有发现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像不像保龄球？完全图示就是这个符号，所以很摆明，好像它就是一个很主角、很主要的一个范例、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在学习钢体，大概都是从这个例子开始延伸，一直延伸到很后面，玻璃破碎啦，或者汽车撞到产生哇那些变形扭曲的东西，大概都是从这个地方去延伸。好，那现在讲回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画面，好，这样子应该会有个初步的一个碰撞的画面，就像这样子，非常简单。当然，像不像一般的真实的物理现象？那后面还在做一些细部的微调，那我这边就简单做个这样的画面，给我看。所以一个钢体碰撞就代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地板，因为我要做一个阻挡。假设我这边，我举例来讲好了，假如我今天这个地方有一个墙壁好了，那它当然它是要做阻挡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静态的。好，但基本上就已经条件就成立了，条件就成立了，所以他们就会全部被挡在这个地方，嘿，好，但我球现在球穿墙，但是动力学的东西它被挡住，它被挡住，大概是这个逻辑，所以这边有三个元素，哪三个呢？其实讲了这三个在干什么，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，就是一个是静态的，一个是可以做动画的，像那个球就是一个，它本身有动画的一些形态。然后我们就需要指定这个，否则它无法产生碰撞的那些效果。另外一个是被碰撞的，有可能它是一个玻璃被撞破了，这些东西都属于动力学。等一下我们会再做其他的例子来解释这个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概念就是刚刚有讲到一个约束，所以钢体这样大概有概念了，大概有三种，这三种钢体扮演不同的角色哦。那再来是约束，约束的逻辑是这样子，为什么要约束？这个问题就来了，比如说我们一个门能不能无限的180度展开，也许不行，所以约束这个东西就会从这边条件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这是一个已经既有的场景，当然下面有些破碎的一些模型。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钢体，它是一个动力学，看一下，好，那我先做个约束给它。好，那约束好多，就是要约束它怎么样，约束它旋转啊，约束它不固定起来啦，种种之类的。好，那我用个扭转好了，因为这样子是很像飞盘，看起来蛮好玩的。好，其实这种约束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那是一个钟摆 ，Twist 它就一个钟摆。其实它有很多条件，你们之后上课我们会讲得非常详细，就是它约束，因为你要想象，有时候一个物体的约束可能是好多种。那我现在只是给它一个钟摆的感觉。好像这样钟摆的感觉而已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约束的一个像的一个盘，一个像一个画面，应该这么说。那我可能要稍微，因为打不到我要的东西，我可能要稍微下来一点。那因为它如果这样的条件，因为现在模拟好像有点慢，没关系，跑一下，它可能就会直接打在上面。那打在上面之后，可能会延续联动很多东西，包含人啊，包含种种。所以你们刚刚左边这个人，他就是用到一个睡不完了。所以在特效里面其实这些东西的爆破，但是我要先讲个逻辑，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产生效果的发生点的时候，大概会有两种驱动。一种驱动是属于现在还在摇摆，对不对？这个被砸到应该就完蛋了。好，基本上有两种驱动。第一种驱动就是所谓的
由物件来驱动。比如说刚刚各位看到这个画面，哦，这个画面它是有一个什么，它是有一个东西去撞击之后产生后面的连锁效应的，哦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是无形的，无形的就是说，欸，它可能就看不到，欸，它我们就看不到的，哦，它可能是一个风，哦，类似那种东西，哦，那个东西一般来讲我们就称为另外一种所谓的立场的驱动，哦，所以这是属于物件的驱动，透过物件跟物件之间的一些撞击或者一些影响，哦，产生所谓的效果的反生。另外一种是属于立场，所以在三体里面这边就会牵扯到立场的概念，哦，从这边延伸下来，哦，那立场它主要是在这个地方统称叫做一个 space wrapper，哦，就是一个空间扭曲，哦，它分了两个轴，这两个主轴就是一个是立场，哦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里面还蛮多东西的，哦，然后一个叫做导向器，哎，导向器有点像是一个提供一个反作用力的一个范围，哦，可能是无形的一个防护罩，这样想它比较好，比较容易理解。好，所以大概是两个主下主流啦，主要的强强，其他是基本上是一些变形动画在用的。所以在立场里面大概是两种，我们称之为会去做无形控制的东西是这两种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刚刚我在做的示范，所以是约束。还有一种约束谈一下好了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大概如果各位要这些范例，我可以下课后再跟那个小编要，我可以提供出来。我再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像是我们用骨骼来说好了，这种效果在电影常看到，那也是大家比当然大部分的特效里面，如果是一些比较远的距离，大家都用假人啦，因为太真实的话可能也不好。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画面，这个模型是从那个 MISMO 做出来的，那它有基础的骨架了，有绑定了吗？我确定一下，还没绑定呢，等一下我先简单绑一下哈。OK， 好，第二次也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让他做一个手牵手的动作了。效果的主轴是不难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应用镜头的时候，就变成是，甚至有些画面是后面再补上去的。在特效里面，好，我先把绑一下。好，绑了之后我就可以让它先产生我要的东西。好，这个叫，这也是钢铁刚刚讲过叫做睡不完喽，哦，那个 Riddle 来建立它，它会产生一个人在上面，很可爱。这个也是 OK， 好，两个人了，太好了。我看起来他们的肌肉有点看起来有点恶心，等一下把它改一下。那现在是胶囊。所以在做角色的前提下，是你要先把骨架的系统，3D 里面有，因为3D 里面有三种骨架系统，一种是传统的骨骼，这个 bone， 另外一种是属于 biped 它也可以支援，那另外一种是 CAT 系统，就是 CAT 系统，它基本上来讲就是 Character Animation Toolkit， 那个系统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系统，它本身就无法套用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大概有一些区隔啦，这个如果我们事后有上课就会了解，它们之间的运用的交叉应用的一个模式。那以这样的条件，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有被绑定的人体了，所以它们两个会一起跳楼，而且它落地的时候应该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骨骼的一些，哦，跳那么高，这个在从五楼跳下来了，说是惨了，这个毁了，很像那个破娃娃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们不能让它这样子，这样太恶心了，来。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半空，它是悬空的，好像我在直升机上要救人一样，这种救灾画面。那肯定的，这两个东西肯定要先，我们先把它锁起来。这个锁起来的做法很简单，它基本上来讲就是用所谓的约束，刚刚提到的约束。那所以我在简报的第一开始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钢体啦，然后等一下讲布料，这地方有一个约束，所以刚刚你看到很多约束，像刚刚看到球啊，对不对？它有个钟摆的约束，那等一下我们讲的约束是把它绑在一起的约束，这种方法也很重要，这种概念也很重要。你只要先有观念才知道说这些东西主要是在做用在什么地方，它是要干什么用的。把这两个约起来。好， OK， 严格来说嘛，这样应该有个基础效益的。好，很好。然后我这边再把它固定起来，因为他手里总该握个东西吧，是吧？好，
一二三，好，可以试试看。他的演算没有很真实，我们加个数字给他，这样就好了，短短的小小的哈，这样应该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条件很简单，我这边把它固定下来，这边把它固定下来，好，那它就产生一个类似像这样的画面，好像高空弹跳，对不对？嘿，当然你身体骨骼的那种摇摆，包括你的关节的一些FK 关节或是 IK 关节的设定，也是会牵扯到它整个摇摆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这种东西其实如果做一些远距离的灾难片，其实就像一个样子的，嘿，还真像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骨骼约束里面，其实上基本上它是这样子一个概念。好，这个概念你先知道，所以约束这么重要，重要，它的应用面非常广，而且你要灵活运用，因为它有时候不单单只是单一项而已，它可能会用到很多面向。好，所以钢体约束，哦，刚刚示范了三个画面，然后一个是保龄球，传统的钢体是保龄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demo reel，哦，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，哎，有一个碰撞，哦，约束中心跟它，那再来是所谓的布料系统，那其实布料系统一般我们在用里面，其实它用的很广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布就一定用在布，其实不一定，你用一个弹跳的橡皮球，它都可以当做布料来用，只要布的硬度调大一点点，哦，不要让它那么柔软就行了，好，哦。那布的东西会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是好，这是刚刚讲的三种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举个例子，布的东西大概有两个主题。第一个，当然它的系统比较单纯，它就是说你就是一块布了，这是一个原则。但是在 3D 要做布器，它有一个流程的，等一下我跟各位报告。第二种是所谓的一个 tear， 这个东西就所谓的碎破碎。其实我们看个画面好不好？来，这部电影当然有点古老了，但是事实上大家对它印象都会比较有，是因为它已经重播好几次了。好，那 这部电影在早期周星驰的电影，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有看过了，应该这么说。好，那么我举个画面来讲好了，好，这画面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，对不对？就是狮吼功那一块，那当然这两个是假人，不过因为我想电影特效器它的重点是在镜头处理的衔接度，有时候这个镜头可能就五秒钟，但是就是很细的把它做完。那下一个镜头可能是真人来演，这个镜头可能是假人来演，这样做一个切换，那观众看起来就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那在这个机制里面就非常重要。那我得打个比方，像这个例子，他衣服的破碎，还有像他那个应该是古筝吧，它会产生一些碎裂的东西，其实它用交叉的一个特效用法。那其实这个电影很特殊。因为老实讲，目前在特效界或在电影产业里面，用玛雅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事实上对做特效来讲，用什么软体器都 我不能说不重要，就是说至少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在产业结构里面的，比如说你只是一个团队，这个团队里面他可能是接案子的，他可能还要再把案子的答案再丢回去给下一个团队，或者是给其他的一些协力团队的话，那大家供应链整个部分来讲就会用同一个软体，甚至用同一个版本的都有可能，版本是一定要的，所以这样子一来的时候，大家就需要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，可能用玛雅，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只是一个自己效果会自己一个包的，像这个做法里面，它可能整个镜头，哎，我只要把这个镜头产生，我不限定软体，反正这个镜头你就是产生出来，那全部都是你包的，因为不用再额外搭配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，然后工作团队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专心的用你喜欢的软体来做，所以这个画面其实它是一个 3D 以前旧版本的画面，我印象中是第八版，我们现在已经到2019了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快十年了，超过了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来说这个画面我相信当看了之后就大概说它用到了什么，它用到那个 iPad 的系统，对不对？ 3D 内建的这种骨骼就只有它有而已，很明显就是 3D 的内建的骨骼，然后包含一些布料的破碎，包含一些这个应该是 PR Ray 啦，就是一般我们等一下会讲到。 OK，那现在谈回来，以这个例子来讲呢，来 3D 里面的逻辑就很简单了，它就是看一下，我用一个简单的示范， OK， 这是一个 Make Human 做出来的场景，我可能先我先确定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
震撼一下，嗯，好，可以啊，我要用小一点。我先顺看画面，嗯。那一般布料，我们大概会有几个思维。第一个是因为布料不太可能是一个东西去撞它。像我们刚刚有个球啦，有个什么的可以撞它，你一个东西撞你的身体，不就整个都完了吗？好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它是像赤手空，它就是一个气，好，那这个气一般我们就是应该可以，看起来应该是顺，好，好，那来，我启动有点慢，哎，不过我可以先用那个即时渲染，好。人数多了点，有点卡卡的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先讲了。那等一下我就直接用布料来说，好，我先把这个先设定它是一块布吧。通常它只要是一块布，它应该就会有作用了啦，它就会有作用。哇，真的是很快的有作用，而且还蛮快的。好，那肯定我们不能这样搞，好，我们是要给它身体做一点点的那种阻挡，这个阻挡是钢体，所以钢柔体它基本上是一起用的，这样子，所以我至少要让我的身体做一些调整，等一下，那现在它现在防护罩有点问题，我把它改成那个凹壳的，让它跑一下。所以呢，逻辑上就是我身体穿的衣服，那我衣服需要被巴拉巴拉被撕裂掉，那这个撕裂掉的方法是用什么？所以这边有几个条件，第一个，我的身体一定是一个阻挡的东西，身体不可能破碎嘛。哦，第二个，我的布该怎么破碎？第三个，我的布要受什么样的驱动来让我破碎？哦，这三种关节要把它连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在3D 的动力学里面，它布当然是很简单，你只要指定它就是布了。哦，那第二，不过实在话，未来如果要做一些布料的一些模型的话，你可能要用布料系统。哦，在这边叫做 garment， 哦，做法比较不一样一点。我们先让他身体先稍微跑一下，嗯，好，因为前期他们要先做，我们现在做戏就像在做模拟动画里面的前期设定，哦，就是你要把一些该设定的设定起来，然后呢后面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正确的模拟效果，那看参数再做微调，有时候参数高不一定是对的，哎，有时候我们需要看状况去调一下参数的一个细致，哦，像这样子我应该可以让他的身体穿衣服了。已经比较正常一点了，好吗？我裤子掉下来了，真惨，来，没有关系，好了，因为这边没有支，因为这边没有皮带给他，所以他已经掉裤子了。好，那我先把第一个概念，所以第二个概念呢已经有了，第二个呢我可能需要给他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force， 哦，所以我要给他一个力，因为它是无形的，它不是一个被看到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球，我给他一个 wind， 好，一个力量，好。在概念里面，其实力的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我打个比方好了哈，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好了。这个画面当然没有看到它的力的场景，不过下个画面应该有，这个画面应该就有哈。这画面里面这是一个力啊，嗯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它哈。那这是一个重力，哦，那这看起来我看一下，这个有点不是很清楚哈。这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阻力之类的东西，嘿，那这是 Pierre Ray， 那这是 Particle Flow， 嘿，这是阻力，嘿，这是阻力。基本上那这个场景它什么都用到了，太厉害了。这个场景大家应该都印象深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好，大概像这样子的感觉。那我现在讲回来了，衣服，有衣服了，有身体了，有力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的衣服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不是一个 force， 他说，哎，你的力在哪里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，好，但是它预设会有个重力，好，来，我们先增加这个风。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已经完成一个三角关系了，哎，我有个身体可以做阻挡，好，那你也穿了衣服了。那我的立场也可以作用了，我们就来模拟看看，这样初步可能会有一个风的效果，哎，风不太够，我们把它用大一点，好吧？强度，可能会明显感受到它风在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
裤子还是掉下来了，不过等一下我们 再把裤子绑起来就好了，这没有关系。嘿，我应该是先把它绑起来，不然实在太恶心了。就把它用个假象的皮带把它绑起来，好，把它做 pin 的动作。好，这样的裤子就不会掉裤子了，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奇怪了。哦，来，我把这边调一下好了，这样你们看颜色可能会比较好。不过材质这边有没有秀一下？不是很弄的材质，好吧。这样可以看到一些画面比较好一点。好 ，OK， 来，或者你们觉得看起来不像衣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基本上来这样子看起来的感觉，它应该裤子应该是已经固定住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把它定起来了，所以现在衣服在吹了。哦，当然，我现在还没有模拟的很真实、很写实，所以你看，哦，它在吹了，但是衣服还没有破掉，因为风不够强，强到能够把这个看板把它撕裂掉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叫什么呢？这个事情就叫撕裂。所以通常布哈布，不管你是条件什么哈，像你身体啦哈，这是布，你不管条件什么，你撕裂是一个重点，还有你的立场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三个原则，只要这三个三角关系都起来之后，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好，初步的效果就会产生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撕裂，好，先把这边设定选项，来，用选的，因为这样比较快一点。就是说等一下我要让它破碎的位置，我现在用的区块比较大了，因为我想说等一下太小的话会跑很久，所以我先让它等一下会破掉的一些地方，就是你要做破碎的。那你看像这个，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基本上它已经用的非它应该用的蛮细，这个是要模拟要花很久时间。我们当然先知道技术层面的含量在哪边，后面还有渲染跟合成。好，我先把这边做破碎好了，这样子应该会有基础的破碎效果了。我们来试看吧。所以逻辑上大概三者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第一个那个布立场，然后所谓的那个钢体碰撞，还有 碎片的效果，这样子呢这个风格就完成。这吹得太久了吧，我现在因为我现在风是往这个地方吹的。好，哦，这样看起来，那因为刚刚我故意把那个碎片用的比较大，所以让你可以了解其实过程是这样子，概念上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布料的东西大概是如此。你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它在电子瞬间啪一个效果出去，但实际上这当中要牵扯到很多细节，甚至有可能是把身体分了好多块，然后用不同的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用不同的那个布的效果去做，都有可能的，都有可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好，这我们就稍微谈过，因为时间上有限，所以我用短时间让你们知道，在动力学里面它有三大系统，一个就是刚刚讲过钢体、布料，还有一个碎布玩偶，然后这三种跟约束种种之间，像我刚刚有把裤子约起来，就那不会掉裤子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架构啦。好，再来是粒子系统跟空间扭曲，这个地方会比较庞大一点，在 3D 里面基本上来讲它分了两个系统，一个就是所谓的事件驱动跟非事件驱动，那在做法里面其实它这两个差很多，那一般事件驱动是大家比较熟悉，非事件驱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就是它就是设定依照参数设定去产生结果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这是属于第一种。那我们等一下谈的是事件驱动跟事件驱动的一个效果。那事件驱动它本身是排列，什么叫事件驱动大家现在听起来会比较笼统一点，待会会做解释。然后呢，再搭配立场，立场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。我们讲过，不管什么力，风啊、地心力什么力，基本上它是要去影响的，所以它是一直要结合这个东西，再来做后置。一般我们在特效里面后面有很多事情的，不是只有在这边做模拟而已，后面出来做渲染啊，还有材质啦，还有合成啊，渲染，还有动画的一些系统要整合进来，所以大概分了两种。那这两种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哈，3D 这玛雅，不好意思。3D 里面的
地质系统在这个地方，刚刚我们讲动力学嘛，对不对？讲了布料，讲了钢体这些的，我先把它这个面板先关掉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这里，这叫做 particles。 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个粒子分子，然后都可以。这边有一条线，那这条线你会发现它上面叫做 particle flow， 就是一个所谓的事件驱动的，下面这边一票。如果各位来上课的话，我会跟你们分类这个东西，其实它分了三组而已，它分了三组。好，那这三组里面有它们的相关性。好，其实它不要用名字来分啦，因为有时候像 spray，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喷洒，这是 super spray， 好，就这两个有关系，其实这两个不太有关系，反而这两个的关系比较接近。好，所以它是一组一组的，反而暴风雪好跟这个关系比较接近，好 PRA 跟 PCloud 比较接近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组块。那当然内容的设定大同小异，只不过呢会越复杂的会越多。好像 PRA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东西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东西长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稍微看它的画面好了。好，像喷洒好像是一个区域。好，那 snow 也是，这两个很像。好，这两个几乎是一挂的。嘿，然后呢暴风雪，好，暴风雪跟 super spray 好是很像的，这两个他们的所谓的我所谓的像是什么，各位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来，参数蛮多的，这个是单纯就参数设定。我们看它的 particle type， 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什么？这是喷射，它这些很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那个 snow， 这些多了一点点，但它们两个很像，超像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就一点点，很接近的东西，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它们的结构是很接近的，这两个我们先排除掉。再来，等一下，好，再来是这一个。这个是那个暴风雪嘛，对，好，你看到它的，我们先看到 particle type， 它这边有三种，有三种类型。那我们看这个 super spray， 这个所谓的超级喷射，它也是这三个。那它们两个很像，它们两个几乎参数都一模一样，几乎都一样，唯一的差别是在它的基础参数。基础参数它可以分一些所谓的轴向，就是它喷洒出来，它可以有左右走、上下走的差异性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单一个。差别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这两个的差别主要在这里，它的粒子的整个数量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两个又是一体，我们会一起讨论。第三种 PCloud， PCloud 它跟我们的PRA 是很接近的，那它们两个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？最大的差异性是在 PCloud 它里面它的东西，它的粒子有三种，还是这三种，但是 PRA 它四种，它有四种，它多了一个物件破碎，所以我很喜欢用它做破碎效果，就是爆炸之后啪啪啪变成一块状的 碎裂式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两个东西它差别在这里，主要的差别。好，这样子我做对照，所以这是一般所谓的非事件驱动，它唯一的功能就是一直设定而已。好，那以我们的经验，以我的经验，这个用的最多，这叫 PRA， 所以可以看看这个画面里面，在功夫里面它用的非常凶悍。各位看到这边有没有一堆啊，对不对？ 这可不是置物箱啊，不是捷运的置物箱，一个投币是十块的。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东西其实它，我们看到一个就代表它代表一个东西，一个碎片，一个区块的碎片，这一个又代表一个区块的碎片，所以这么多碎片都是由这么一个一个去集合起来的。大概如果你有一点点基础之后，你去看这个画面就知道说它的技术核心在哪里了。所以这个画面是很多 PRA 去结合的，因为一个 PRA 只能去指定一个物件而已，它只能去指定一个物件，所以你要很多的时候你要很多 PRA， 所以这个符号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常用啦，不能说很重要，其他也不是不重要的，就是它比较常用到。我们的主题是这个 Particle Flow， 这也是很多初学者开始在学 3D， 因为 3D 里面其实容易理解的是这些参数嘛，反正参数就是看设定它产生什么效果去做一个模拟的一个示范，但是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它长这样子。那这个画面，各位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应该发现，是不是好像我看到，对不对？这里有没有？都看到了，所以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是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严格来讲，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因为它是有点像在写程式。所以我刚刚讲过，下面这边叫非事件驱动，非事件驱动，巴拉巴拉这些。这个是事件驱动，所以它可以一抵十，一个抵挡好几个，所以呢，说回来，这个东西它复杂在这里，所以它全部是靠这个 event，
靠事件驱动。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开始头晕了，说哇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这样讲个概念给你们听哈，所有的动画特效里面，像玛雅里面都是有事，我们都是会有像这种 particle 都是会有事件 event， 好，我们都称为 event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 event 的一个编辑器哈，就是一个 event。所以很多所有的东西都是事件驱动，玛雅也是。就算你今天在你学玛雅要做类似的特效，还是要做到这个系统里面去，所以逻辑上都不会差太多。只不过玛雅这边其他更说实在复杂的点，好东西当然复杂的点，表示可以做更多事嘛，对不对？效果的可控性更高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 event， 这属于玛雅里面的 particle 里面的 event， 跟这边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因为我们如果有时间，下次我们来谈玛雅，今天我们先谈 Salamence， 它比较容易理解，好，所以这个画面就是一个 event， 好，它是靠事件来驱动一个场景的。那这是什么道理？听起来有点笼统，对不对？好，真的有点笼统，有点复杂。来，我用个例子来讲。好，我用比较简，不是简单，比较容易看得懂的。但就是这个例子，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个画面，参考画面，大概是这个画面，英雄的画面。那我等一下，大概像，不过我觉得他做的还行啦，嘿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整个舰站过来，后半段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这是水啊，像这样的画面，这边牵扯到一些机制，所以待会我会跟各位来介绍一下，好，来介绍一下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看，这个画面的产生，好不好？好，重点是后面怎么样。做后的画面不难，但是要怎么样去插在一个东西上面，这才是重点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个说明哈来讲这个 particle flow， 好不好？那 particle flow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哈。首先，当然我要先知道我的来源在哪里。好，这是一个。听一下，它不是很难，它不是不能理解的东西，其实它也没那么难。好，你可以花十分钟听一听，大概就知道它在干什么了。那这里面我有稍微把简报稍微做一个说明。好，来，来。这个地方呢，大概就是一般我们先把这个谈一下，就是说一般来讲，在一般所谓的一般的粒子，它就是非事件驱动，代表这几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过 H 力要影响到它，哈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不会特别谈这个东西。像你刚刚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就用到一些所谓的那个 P array 啊，哈，这类东西去结合，哈，类似打出这样子的效果出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谈 particle flow， particle flow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。什么叫事件驱动？就是它有很多 event， 哇哦。什么叫 event？ 就是它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。我先讲什么叫 event 事件好了。就好比说你要去一个地方，你可能要先搭捷运，然后去坐高铁，然后再搭公车，好，类似像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样子就代表你有三个交通工具嘛，对不对？代表你有三个 event， 好，三个目标。好，那这三个目标里面会有很多所谓的 operate， 好，就是说所谓的操作。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在捷运上做什么？我要在高铁上做什么？我要在公车上做什么？我到达目的地又要做什么？好，大概这个逻辑。好，那每一个关卡，每一个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关卡，它会有一个叫做 test， 它这边就叫 test 啦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基本上来讲，它是一个条件，就是说，我要比如说我们看到红灯，我们就要停下来，这是一个条件，就算条件了。好，或看到绿灯，我们就走过去。好，所以你要给它条件，它才知道要往下走。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，它就不会往下走，就这么大概是这样的思维。因为现在写程式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它是属于模块的。我这个事件，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再怎么样，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事件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又怎么样，又到下一个事件。好，这是它的基本的行为逻辑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画面，准备了，听听看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先讲它的概念。好，就第一个呢，我可能要有一个发射的来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发射来源肯定，好，就刚刚你看到那个万箭齐发了，嗨，我们不用做到万箭，我们做到百箭就好了，来，几百个发射出来，哈，好，这是一个发射器，好，位置再调一下，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先讲第一个概念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 particle view， 哈，原则上我们会把这个删掉，这个 event 不是我要的。等一下这个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做完，会做的话，为什么电脑上不掉？好吧，既然我这个上不掉，就留着吧。好，来，
他说我的生出生啊，什么叫出生？就是我要生出东西。那生出东西呢，会有几个条件啊，就是说，我应该先把这个看能不能从这边删掉一下，那这样子我会有点麻烦。OK， 好。OK， 来重来哈，因为这样我比较我都从零开始哈，来，我要先出生，当然这个绿色的就是出生，怎么出生有很多种方法，我要先生出东西嘛，生出我要的箭哈，那个射箭那个东西哈，来，好，那我的最后的结果是 render， 我先把它接在一起，好，先把结果看到，然后他问我说，哎，你的出生是什么样子？哎，很简单，我就说我的出生是零到三十个，现在动画是几个？一百个，我设定多一点哈。来设定个500，好 ，OK， 好，就是零到三百，零到三十个了啊，有200个产生，200个小孩生出来，叭叭叭叭叭生出来了，好，逻辑上是这样子。但是现在各位看哈，来有没有？当然没有啊，哎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啊，你说你生了200个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在哪边生出来啊，所以在3D 里面，这个就叫什么？这个就叫做操作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它这里面的东西都叫做操作。好，一个 operator 好，这个东西有没有好操作的描述？他把每个操作都跟你说我在干什么，我这个东西可以干什么，这个东西可以干什么。好，所以有出生之后就有这些操作，有些操作之后呢就是一个 event 嘛，对不对？里面就有这个 test， 你看到吗？这个 test， 这个一个黄色的叫 test， 黄色的叫 test， 哦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是个条件，好，好，所以它有分为绿色的出生，然后呢那个蓝色的方形的，那属于它的操作，哦，就是它的方法，它做什么的。在第三种就是。条件，那我出生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要在哪边出生？哎，我们看看，它有两种出生方式，在你的 icon 或在物件上，我们用 icon， 这个 icon 就代表刚刚这个了，这个叫 icon。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很好玩，哎，我在零到三十的时候生了200个，如果各位有空可以点选选看，输入看200个，哎，好来，那我说我的位置要在这里，嗯，很棒，我已经告诉他说我的位置要在这里，再来呢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告诉他我要长什么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长什么样子啊？我不是点点点啊，我可能是一个键啊。那这个键叫做形状，在 3D 这个区块里面，它形状有一二三四，有四种，有四种可以表现形状的方式，操作方式。好，哦，我们用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instance， 就是用一个模型的意思啦。好，哦，当然未来有很多选择。好，哦，好，我的模型在哪里？这个，把移到后面去，这样看起来会有点那个哈。哦好，先选它。不过感觉有点小，好，把它放大一点，大概150好了。嗯哼，看起来再大一点好不好？200好，那可以的，嗯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把它变大。好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。目前没看到东西，因为我们这个 display 要把它呈现出来。好，到这边之后，各位看到，哇，真的嘞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它这边产生了200个键，伸出来了，准备要发射喽，准备要发射喽。好，那逻辑上已经我们的初步已经有个目标了。哎，我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我希望它发射啊，那怎么发射？哎，它现在连在上面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速度。速度有三种，哎，我们现在速度是一般的速度。你要发射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发射出来哦。那你发射的速度怎么样？这叫做每秒300公分，每秒300公分，每秒300公分应该算蛮长的啦。我们这个距离应该是蛮真实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每秒300公分是长什么样子的 ？Play 一下好不好？嘿，缓慢的前进，好吧，太慢了，来。所以呢，这个距离应该是1000多公分了，我印象中，好来。我们每秒大概1500公分哈，1500，好，这样子呢有个变异度哈，随便，这个变异度就代表说可能有快有慢，有前有后哈，这样子呢我们再看一下吧哈，每秒，哇哇哇，就这样喷出来了哈，射出来了，哎，这些弓箭真的太长了啊，100公分哈，1000啊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各位也发现了，哎，我现在这些飞箭已经被。从这边发射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发射出来之后，方向是不是对的？肯定不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想到第三个问题了。所以各位看到我现在讲逻辑了哦。哎，我有出生，然后我的位置在哪里？然后我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听得懂？然后呢，我的每秒移动的距离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
我的角度叫做 rotation 哈、哦，我的角度，角度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乱，这样子应该打不到敌人了，还射出来全部乱的。好，我们当然我们的 rotation 应该是沿着它方向，好、哦，沿着它的方向，空间的方向，这样子基本上已经有第一个我们的事件完成。就好比说、哦，我要先去捷运站，好、哦，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已经完成。但是这个动作只代表一件事情，一个事件，你就是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如果人家问你那个台北市政府在哪边，你说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它会一直往前走，而且它现在每秒依照同样的速率是往前飞，飞到哪边可能飞到外太空了。所以这样不对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它从这边可以掉下来，可以掉下来就是第二个事件了，哦，在逻辑上是这个样子。我现在这样解释应该听得懂了哈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今天一开始说，哎，我先发射，怎么发射，从哪边发射，有几个发射，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呢，它的速度是多少，然后它的角度是多少，然后我看到它，理解吧？好，第二个我要产生第二个事件，第二事件我希望它掉下来。它掉下来，这个掉下来一定会跟力量有关系，因为你要把它拉下来，那个叫地心引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叫 force， 我看到哈，所以它有一个第二个 event two 了，哎，我要做第二件事了。好，我已经到捷运站了，我要去转高铁了。好，那我第二个事件跟第二事件怎么接在一起？我们这个地方看我们的简报，好来，第一个事件，刚我们搞了很多事，对不对？啪啪啪啪啪啪啪的，哎，然后呢，我要做一个条件给他。好，这个条件就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条件就是说，哎，我这个条件，我们做一个时间的条件，因为条件很多种，好，最常用就是时间。什么意思？当我30个，我先加一个重力哈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力量，等下拉不下来。重力，好 ，OK， 好，搞定了。来，我这个力量是谁呢？我这个 force 是他。给了，算了。然后我这边的条件是什么？说，哎，当我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到这里，这边几个啊？75个。好，我把它打75个。当我的时间是75个的时候，正负五，就是严格来讲就是70到80，75正负5嘛，哈。我在75个正负五的时候，这个条件，因为这个条唯有条件才能够往下走。因为有条件之后说，哎，我当我的时间动画时间到第几个的时候，然后我要怎么样？哦，聪明，这个东西已经有逻辑了。哎，到这边来，我透过这个立场，所以各位发现了，你发现当我的时间开始从这边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会往下掉，有发现吗？哦，真的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往下掉的感觉很丑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是要用什么？把它选择几何，因为它现在呈现是用那个号来几何体，所以各位发现了这个地方往下掉。就好像投炸弹一样，超烂的很难。但是呢，基本上已经有条件了哦。哎，我们第二个事件已经完成，然后角度不对，我们再把它一个 rotation， 再给它一个方向啊、哦，这个方向再把它设定一下，又会回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二个事件他们今天往下追，没错吧？哈、哦，不过我觉得我这个重力是不是太大了？好像很快就追下来，把重力调小一点哈、哦，这样调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异性。有时候我们是这样调整整个画面的一个曲度的。哎，我再调小一点，好，帅呆了，就这样子，太棒了。所以我已经完成第二个事件了，你看，第二件事我也达成了。在第三件事，其实说实在话，做到这边哈，我们可以测试一下画面的感觉。我先把边面先关掉哈，来各位看看。如果硬看的话哈，你会发现，不过现在就有200只，看起来应该没有杀伤力。有啦，200只已经有杀伤力了。我们把它的范围 range 拉大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你会觉得它感觉上射的比较宽一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OK， 在视觉上的感觉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站的角度是这样，它是这样过来，它这样掉下来，有没有？一直在啪啪啪啪啪啪这样下来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。所以在事件驱动的粒子系统，它的逻辑上其实是蛮单纯的。但是你说我是这样不像啊，这样子还少了一个啊，你东西总该。能够怎么样射在上面黏住吧，啪啪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就是第三个事件了。你会发现，一个事件就是做一件事，一个事件就是做一件事。所以在事件驱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东西，也是未来在学习上它是一个门槛最高的。相信好，第三个呢，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条件了，这叫做碰撞，碰撞。好，
那应该这么说哈，这个碰撞应该是要给这里的，不好意思哈，来，我先把它删掉。接下来是要做一个分裂，分裂，我要插在上面是分裂。但是我第二个事件到第三个事件中间我要做什么？哦，做一个碰撞，就是我碰到你的时候，我碰到谁呀、啊？我碰到你的这个建筑物啦、啊，碰到你的这个地板的时候啊，哦，那 3D 里面这个碰撞里面就叫做导向器。我们就当然可以做个结尾，来这里啊，这个导向器右下角这一个啊，导向器。那导向器我们最常用到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不是最后倒数第二个吧？导向器，好，因为它是可以指定物件的，这我们喜欢用，而且我还蛮常用它的。我们多做几个给它好不好？U 型导向器，多做几个哈，来。那我们每一个指定不同东西，这个指定地板，这个指定我的这地这个，做错了，这个指定地板，然后这个指定机台基座，这个指定我的建筑体，好，这就行了，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啊。那我的导向器，它，还有它。好，当我碰到，当我的剑碰到这三个东西的时候，刚刚这三个，好，这三个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继续往下走，就是说我这样射到我那些建筑体的时候，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嘛？我说总不能穿透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是用停止，stop，好，就是我这个东西是停止的，就是当我碰到你的时候，停住，不要动。哎，好，那这样子嘞，各位可以看一下结果了。其实，在一般效果里面，其实它是一个逻辑式的东西，好，那它应该就会一根一根的插在上面来，好，但现在画面上不是我要的，我们把我们的 display 要把它切成我们的剑的形状，好，完成，我们再看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特写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要把数量增加一点，我们现在叫百剑齐发了，现在我们搞一个1000个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。那个刚刚你看那个英雄啊，那个真的是几万个，那个真的是，我看起来有点假假的。有人问到我的资历，好，哎对，我回答一下，就是说，基本上我从事行业快20年了，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到了另外一个产业去，我去做也不是发展，其实，应该算是。朋友的公司啦，好，然后就到那边去帮忙哈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其实一直都在媒体业。那之前有跨过到行销哈。那行销因为我有媒体的技术，我这样讲个逻辑给各位理解，就是说技术面的东西很适合年轻人去做去闯。好，当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拥有技术，你可以很容易投入到，不管你是不是本科出身的，不管你是不是念相关科系的，兴趣是支撑的一个重点。那当你今天有这个兴趣，你去支撑，你去学习，啊，去学到一些技能，啊，趁你还有点冲力的时候，你通过这个技能可以进入到不同的领域的产业。但是这个技能是你要把它当第二专长，甚至是第一专长，你要有两三个专长去支撑你整个的原动力。然后你进入到这个产业，哈，假设我本来在设计业，那台湾哈设计也分两种，一种称之为服务型的。哦，就是你可能就是接案子，帮客户做出他要的，然后就哇结案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以前做广告啊、做动画都是这样子，好做特效，接特效也是这样子，一颗镜头一个镜头这样接，好一包一包的这样接下来。那另外一种就所谓的商品型的，哦 merchandise，就是我们自己会去做所谓的那个个人的商品开发。哈，我后期有比较偏做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我想要做自己的东西来卖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在跑道的转换上，我去学习很多事情，好，甚至也帮忙做行销，因为发现你要卖东西，你可能要知道怎么去行销你的东西产品，或者行销你的广告，行销你的所谓的动画之类的东西，好，大概是个样子。那中间我中间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到做行销类的职务，然后后面又回到本业，好，现在我主要的工作都投入到教学比较多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没办法跟年轻人一样熬夜苦干的。不过技术面是我们的本职啦，有技术面我们把它传承下去，好，然后继续投入教学的工作是这样子。